鞭炮噼里啪啦，好热闹。台中北屯这间彩券行开出大乐透2.6亿头奖，而且是一人独得，店家超兴奋。一早在门口玻璃门贴出红色告示庆祝，恭喜啊！谢谢。我们看结果，有北屯中头奖，准备真好啦。左邻右舍也来恭喜，希望得到财神眷顾。业者开心地说，彩券行曾开出539头奖，尤其最近一周不断开出四星彩正彩或539二奖，觉得是开出大奖的前兆，没想到真的心想事成。有客人就说，看你们这间的店箱应该要开出头奖了，就有客人这样子讲。对，然后终于今天很高兴，终于开出头奖。展开出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先前北屯区平和里就800人包牌的里长，66万只中15万，这次拿出余款的5万元下注中6万，小赚1万，却只差一个号码就中百万大红包。不过大乐透还有加码100组，民众可以再试试手气。记者杨继礼、云杰台中报道。谢谢，这边中头奖。